好，时间到。各位老师，现在可以放下手中的东西，互相品鉴对方的蛋糕。林婉，给。你不是巧克力过敏吗？我来吃。你都吃了，还有一颗。我记得你最爱吃巧克力了。你，这算是第一次跟我告白吗？不算。别动！今天如果没有人证明你不是小三，谁都别想走。我证明。因为她是我女朋友。哎，程老师，抱住我！你们的节目不都是假的吗？